是要先买一把剑。我靠，地震！哦，没事。防御哦，再买个防装好了。虽然很不甘心，但还是只好买了。光之勇者，就跟个废物没两样。哎，大红安，靠腰输给史莱姆，怪我喽！但是史莱姆好强哦。好，看了我换了新装备，一定不一样了。还是蛮痛的。哦，升级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升级血多了不少是没错啦。刚刚地震啊！哎，这有个村人呢。我在干嘛？啾啾拉夫，啾吧啾吧啊哈！真讨人厌，线虫都爆炸吧！对啊，干嘛？你们有感就不得了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如果那边会有感就不得了了。啊，按错了。哦，而且 DA 是集中向对萝莉的思念，然后发动了萌萌之火。对，我刚刚有看那个火焰咒文，对对对，是集中那个要对萝莉的思念。再回去存个档，我要去开宝箱了。我们要体会一下，正常的勇者本来到了异世界就应该是这个强度，好吗？你以为每个都是什么星魅魔王的契约者那种嘎嘎蹦蹦的东西吗？扭头就行了吧，这些废物。哎，主角是萝莉控没有错。我想一下，我先把这个宝箱拿了好了，到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其实也没啥，也是一只那个而已。还有什么那个啊？什么圣？我只有看漫画啦，我都没有看动画，我只有看漫画。还有个什么圣剑的禁咒史还是什么吗？自由堂啊，开个就给我一个糖果废物。有什么圣剑？卡门这有够歪歪的，歪到我受不了了。我不讨厌看后宫和歪歪做，可是歪成那样我就不太能接受。坦白讲，看我用潜龙跌，还是看有点强欸，是我错觉吗？是我的火焰呐、啊。一发炸掉我一半的血，再发一发看能不能击倒他。哎，打倒了，打倒了！哦，哎呦，获胜，获胜了，获胜了，三级了，得到了 Light Heal， 应该就是补血魔法了吧？你妈吓死我了！完全不会血，吓死我了 ！Easter Age 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复活用的那个复活节的蛋。吓死我了！哦，对，圣剑是禁咒永昌，干嘛有够歪歪的？但是我觉得 YY 作品可以看啊，没有说不好啊。可是你歪成这样，我就真的觉得、啊，我会补血没有问题。对，好、哦，它是史内克，我错了，在史内克面前不能抢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女神的圣水啊、哦，不是女神的明水。那我可以在那边无限练功了，练到 LV99吧。居然还砍不到，
但有这个那有女神的圣水，谁还要回旅馆？有没有意思？哇，他的 auto 我觉得做不好哎，他的 auto 你每次要按一次，他不能够就持续在那吗？你说的是打野哥吗？我不想与人战斗，哥哥好棒，居然弄我妹妹，干死他！你就是打野哥吗？得到了 Neko Jadashi， 那种猫咪什么东西？哦，猫咪什么东西？可以存档又可以全体回复的，这是帐篷吧？哎，猫咪耶！啊，猫咪！哦，有个妹子，快救她！嗯，我连萝莉控雷达哇，球呆都很大，我的萝莉控雷达有了强大的反应。附近一定有个高品质的萝莉，快去找吧！有不好的预感，看到了强敌啊，就先存档吧。存档。洛基有啊，我有洛基啊。嘿嘿嘿，痛くしないからよ。我都那个什么呢？嘿嘿，不会痛的啦。好好认命吧。啊，像是领队的人啊，干嘛啊你？你要妨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吗？哈，别妨碍我们！嗨，苏米巴森，他妈的萝莉控啊！闭嘴！你这萝莉控！哈，てめえ今なんつった？你刚说什么？この萝莉控啊！你这个萝莉控！萝莉控啊，死ね！萝莉控去死吧！俺以外はな，除了我以外，球都打哭了，来吧！啊！居然这种态度，看来你是不知道我们卡奇面团啊！你们不要随便骂三，我根本超猛好吗？卡奇面团二号疾风的希洛就是我了。我打13D， 口一只 K 口亚利亚卡的，这家伙还不错嘛。我打倒了废物啊，获胜啦！得到了100块钱，得到了蓝莓啊，得到了 Hirunam 啊，治疗包什么东西？伊爹爹。呀呀呀的呢，太强了，没想到我们卡奇们团的力量，为什么乔丹讲呢，我们三个人啊，这时候我要先逃了，妈妈喂，你们喂，你给我记着，啊啊喏那个ありがとう，谢谢。大丈夫だだ。君、名前は？没事吧？你的名字是？名前は丽娜，丽娜。我被二坏人包围了，好可怕哦！丽娜か、可愛い名前だね。丽娜，真是可爱的名字呢。呜呼！ついてみるとマジ天使、ぷか、ぷか。仔细一看，真是天使呢，マジ天使呢。我的话 ，DA 的音的，叫我 DA 就好了。DA 哇，困难哦。你家在附近吗？啊，要不要我送你呢？哎呀，这种积极性，难道就是魔法的力量？我家是那个。喂，嫌なら音的，ごめん，你不想我送就算了啦，抱歉。嗯，ついてく。丽娜，欧尼加，你吹得酷，被带来的，丽娜被哥哥带来的，欧尼加，哥哥，来，让我跟过去吧，让我跟过去，抱歉，啊，あのね，欧尼加，你欧尼加るの，那个有件事情要拜托哥哥你，啊，さっきの人たちが丽娜の大事なものを取っちゃったの，啊，
刚刚那些人呐、啊，把丽娜重要的东西拿走了。啊，哥哥可以跟我一起找吗？能找回来就好了。咦，有路空的。当然喽。第二个 ，so you know 就懂那种事就有点不行，大家答应他了。哦，无你讲噶啊，哥哥不管到哪都找给你啊。你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被偷了呢？恥ずかしくて言わない，因为好害羞，说不出来。嗯，わかった，我知道了。うゆ、恥ずかしくて言わないロリータドレンジ。看到呢，害羞说不出口的萝莉，真是赞。じゃ、探しに行こうか。那我去吧。さ、手をつないで。来，别把手放开哦。哎呀，这可是合法接触呢。嗯。一旦，啊，痛痛痛痛痛！呀，お兄ちゃん、どうしたの？哥哥怎么了？大丈夫、心配しないで。别放心。喂，碰一下女生就麻痹了。可恶，这也是魔法的错吗？びっくりさせてごめんね，抱歉吓到你了，走吧。啊，得到丽娜作为同伴了。但可是不能碰了你妈的。嗯，那些可怕的叔叔从山上来的，在那边吧。嗯，我知道，去山上吧。好，顺便把魔王干爆，一石二鸟之计。还没。啊，增加了同伴，打倒强敌，故事进行，城里的人反应也不变。在意的话就去说话吧，虽然不说也没关系。哦，得到了丽娜，职业是萝莉担当啊，萝莉角色，有魔法吗？啊，什么听 cross 的牙齿，有魔兽的毒牙贯穿对方。啊，装备是什么？妈换个装备，魔法杖，看起来是个法师。月之指轮，猫咪存档。哦，有两个角色打起来就会轻松了吧？萝莉哦，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啦。32、23、27、19，对啊，只有精神力比较高而已。不过那也不意外啊。我先帮萝莉练一级好了。那我怕他等一下一下就狙掉了。再也打不赢啊，炼金老头一发就会挂掉啊。应该之后再打吧，没那么快吧。可是马子是。好，丽娜中毒了。哦，丽娜得到了什么新招式？我看看，什么 ？Serrano 的断罪，然后丁克罗斯之牙。为什么我觉得萝莉的招式都有点中二呢？是我的错觉吗？不用买啥，那就不知道了。那剧情不知道是中二罗还是他真的很威猛，也有可能他真的很威猛。哎，这边有宝物吗？没有，就是一只那个。哦，左边看这宝箱就超棒的，一定要拿到。接下来就开场一开始有点难打啦，后面就还好了。对啊，而且主角又可攻可补。